这个。OK， 好吃啊。哎，好吃哎，这个。好，多买一盒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它糯米饭很咸一下。嗯哼。不是要搭配芒果，不然太咸了。白色很咸呢，所以经过这次之后，建议就是带下买芒果回来吃就好了。那么特别就欢迎来到 Cookie 讲夜 man， 今天要带大家去吃全曼谷、全世界最好吃的芒果糯米饭。我们现在在通罗的 BTS， 然后要来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坐 Grab， 坐摩托，也可以坐 BTS 过来。啊 ，BTS 不是韩国那个 BTS 啊，是这边的地铁叫做 BTS。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没有，累了。你笑什么？出来之后找三号出口，这边走下去，然后180度到那边就可以了。说你刚笑 BTS 啊？啊！我很累了，我不想讲话。做 BTS 有错吗？做 BTS 的笑点是什么？你笑很久了。你可以讲 BTS 笑点是什么？没有笑点啊。我只是纯粹想笑。还在笑。这是我们刚的手扶梯，然后这个手扶梯呢是上去电子的，所以你走不到，所以往这里走，走到一个红绿灯左转。你还要笑吗？还在笑。我们算。你有吃过曼谷的糯米饭吗？你有吃过泰国糯米饭吗？应该这样问。在 KL 吃过。你觉得怎样？哦，这边有一间呢，是这间吗？好像是这间呢。到了，在 KL 有吃过，然后在 KL 吃过，好吃吗 ？OK 啊，喜欢吗？还好，因为我不喜欢椰的东西。这样子也要吗？试一下咯，都来到泰国。一来到这里，你就会看到很多芒果。你知道这里的芒果啊，叫做象白芒果。你可以看镜头了吧？嗯哼，然后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芒果是台湾的爱文芒果。对我来讲，芒果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小妹妹，还是太小了。我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很多芒果。卖芒果的。对他们也可以卖芒果的，你想要来这里买芒果也可以。然后再走过来这里看，哦，这里有李兰，你还可以直接买做当做李兰，950、850。哎，这个很像我们那个柜。像什么？啊，巴沙马拉麦那个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菜眼的。甜甜咸咸的那个。要不要买？啊，这个。那这边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柜。Yeah。这个。This one。This one。然后这个来。啊。One and that one. Oh, 350. And the ice cream. Okay. 然后阿姨在这边收钱，然后还有这个椰浆在包椰浆。他们里面很乱。这边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，我也不懂是什么。买了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，都不知道是什么。等一下我们自己回去看。我发现泰国有一个特色，他们做东西啊，做在半啊，会去做其他事情，再回来做你的事情。你有发现吗？看看你的那个，不是他拿掉了，然后还去做其他东西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又做其他东西，又回来。而且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啊。很多人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次啊，他们。生意很好啊。我们刚在买这个奶茶的时候啊。他可以就是要找我钱，找我300块，然后拿这300块去做其他事情，然后再还我。我就在他前面。然后这边买这个芒果饭呢，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啊，就是它是不可以现场吃的。
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吃。刚好我们的 hotel 就在隔壁，在附近啊，走路大概三分钟，所以我们回去找地方。OK，Let's go。好，回来了。我们第一个先吃这个，然后我多买了一盒，就是芒果，感觉芒果很好吃，就先多买了一盒，这个就不要理它。然后这个是三色的糯米饭，这个是白色糯米饭，这个就是白色糯米饭，它最一般的啦。然后这个就是三色，然后再把这个三色糯米饭放进来。在曼谷我看到最多的是九色的糯米饭，九个颜色，九个颜色。啊，这个呢就不要倒太多，慢慢倒。来，倒这个也是有技巧的，就是慢慢倒。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嗯。这个是两片三片，这个是这多一片呢。如果你没有吃过芒果糯米饭啊，你一定很难想象，就是一个甜的东西跟一个咸的东西是要怎样搭配在一起。啊，没有问他就直接开动了了。等下这芒果怎样？芒果。芒果有好吃跟不好吃之分的吗？怎样不好吃？很少不好吃。酸酸的不好吃，很多不好吃的。看这个，哎，好吃啊！哎，好吃哎，这个。好，多买一盒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它糯米饭很咸一下，嗯哼，所以要搭配芒果，不然太咸了。你拿蓝色试一下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不一样，你吃香，真的一样味，你吃香。白色很咸呢，白色比较咸一点点，可是你有吃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？还有很浓的那个糯米味。所以经过这次之后，建议就是带点芒果回来吃就好了，是吗？嗯，然后可以拿白色，普通的也可以啊。白色有点咸呢，你不觉得白色很咸吗？重口味吗？我哦，对哦，你重口味忘记了 ，OK 吧？我开始腻了。腻？觉得甜到很腻是吧？那个糯米饭。现在你只打算吃芒果啊，不要吃糯米饭了啊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了。你这个动作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第二个要吃 IC G 六，又是糯米的。哎，这个要藏在 ice cream 里面吃的？好像是哦。ice cream 里面还有放两个冰干，是干冰吗？还是一般的冰块？干冰啊，干冰块融了咯。哦。好吃，这个应该是把所有东西掺在一起，然后放一个碗。我们现在没有碗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吃了哈，不要浪费食物。好不好吃？你看它这些拿去吃就知道好不好吃了。另外一个是这个，又是糯米啊，靠腰嘞，全部都是糯米。好，糯米加芒果在里面。啊，这个就是芒果口味的，感觉这芒果口味好吃。嗯，买这个就对了。嗯、你说，你刚吃很多了。哇，饿了。行。这样，这个比这个好吃。欸、你不要假假试吃试吃一下，它就吃很多呀。够了，够了，很好的。嘿，OK， 等一下。哪一个好吃？红色啊。啊，这个比较好吃。都好吃，各有各的好吃。等一下给你选的话，你要哪一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肯定这个啦。下一句不应该是我全都要吗？嗯，那小孩是错了。捞晒一下。
你知道肚子里面不是都一样吗？好，最后我们这两个东西边吃我们就边做安定啊。你觉得这一次这个芒果饭你觉得怎样？吃多回你，吃多回你哦，不能吃太多。 Yes， 芒果可以。你在这里吃到跟在马来西亚吃到有什么不一样？都一样，其实都一样吗？芒果啊，可能马来西亚可能有不好吃的芒果啊，这里的芒果一定好吃。好，我们试一下这个。嗯，你的第一个表情，它是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牛奶粿哈，就青色白色，下面是糯米的，这么青色那一个味道，是好吃的，那也是可以，那就是这个样子，包还是蛮漂亮的，然后这个就九层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就应该那个了，这是有点像我们九层糕哎，糕点粿。糕点粿，你糕点粿广东话怎样讲？糕肠粿，这是好吃的，我可以肯定。嗯，研发这个人一定是潮州人，这潮州东西也好吃，这个。